洪荒少女、傅园慧、混合泳选手葉詩文及教练吳越均捧场。孫佳俊是Eason的忠實歌迷，第二次入場看《Fear and Dreams》的他特別學廣東話跟偶像打招呼，更準備了一套他參加奧運時的裝備送給Eason。Eason 大笑道：我可以假裝是國家隊去游泳了。跟葉詩文合照時，Eason笑言：終於有游泳隊員跟我差不多身高，不用我站在旁邊像個小矮人。他又學着傅園慧說：我會用洪荒之力去表演。演唱會上，Eason自爆腰最近很痠，有點不好意思，本來不想說出來，免大家擔心。大家看我今天的動作，可能有異樣，是因為我穿了腰封。有觀眾突然大叫：除衫，Eason笑道：什麼？脫衣服？我又不是吳尊，你們認識吳尊嗎？他打網球時的肌肉好好看，我是一塊還未煮的東坡肉，好吃不好看。但是我沒有辦法跟他在現場，所以我想到有一首歌想要唱給他聽，希望你們也喜歡。原文網址 https://www.mingpao.com/ldy/showbiz/latest/202410105/ 17281097952258。多謝大家的觀看，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，記得給個 like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啦，下次再見。